如果想要去杀掉徐毅，他起码得先下药吧。不然以他的身材还有体重，怎么可能打得过那么高大的男人？徐毅大兰雅的事情你们都知道吧？都已经闹到妇联了，兰雅想要离婚是迟早的事情，他有什么动机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杀徐毅？ 明明就是正当防卫，你们却非要在这里逼问一个唯一的目击证人。难道法律不应该保护受到家暴的女性吗？小王。 他那么好，他对你怎么样呢？啊！我对他只是一厢情愿。你觉得真吗？换做任何一个人，我都会为他作证。 吴立凡吧，就是蓝雅的继兄。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呀？徐毅为了蓝雅，杀了他。两个人一起藏尸，就在刘长水死的那个府里面。蓝雅跟你说过吗？你真的是为了一个人什么都舍得呀？前途。 爸妈，你都放得下呀？他转身就走掉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周龙，你以为我在骗你啊？ 骗你的不是我哟，骗你的是蓝雅。徐毅当年比你是豁得出去，他为了蓝雅什么都做得出来，你是不是想跟他一样的下场了？